把昨天的佐料上面一层油去掉以后继续吃火锅啊。大清早我们吃火锅。清晨八早火锅吃起。收拾完毕。哎，包包换了以后整体感觉好多了，协调多了，装备越来越精良。这里啥都好，唯一就是啥，没有遮挡物。早晨太阳很早就出来了，晒的帐篷里很闷热，睡不着，还是要到山里去睡。离开巫山了，下一站奉节县。巫山和奉节离得不是很远，都是属于三峡的库区。之巅，也就是三峡最高的位置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三峡之巅，这里没什么游客呀。每天哭一次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们自己屋头的吗？自己屋头的。来两种不一样吗？一样的。那是爬爬杆的嘛？这个是黄菊。还有横子啊，还有横啊。对，有枇杷。枇杷我不吃。我也给你当。那个也是脐橙吗？凤节脐橙吗？不是，它不是冬天的吗？是冬天的。冬天的存到现在才摘的。对对对。它在树上不会坏啊？不会啊。你那个是三块的还是四块的？我这个是四块的。为啥子啊？我这个好吃些吗？嗯，好吃。他不是说好吃些？三块是哪种啊？三块啊，我这里三块。不是都差不多吗？嗯，你看吧，你看到你喜欢买哪里，你买三块的要的，买四块的要的，我们也不。那我吃了不买可以不？可以可以。可以真的可以。你吃能够把光可以泡沫泥沙子，等着。啊，谢谢谢谢、哦，我有点重哦。啊，不要紧，坐烂那就算了。凤节脐橙，魂想天成。坐烂的我都不要的。嗯，好吃。好吃。嗯，会。啊，几个上来它就很热，上来好吃。嗯，主要是我们。出来好多天了，嗯，出来好多，有点缺维生素。我吃光干哎。嗯。你们那个跑起也累哎。累倒不累，跑起耍嘛了嘛。堵车了，堵车了，堵车了！前面路应该是塌方了，然后再搞石头。看我的这个行车记录仪，好清楚啊！可以切换画面。他是追过来，哎，这样好。啊，找了一个砂石厂还是什么的，将就吧。今天的露营地颠覆你的想象，还不错的嘛，这个地方挺好的。今天我们吃腊肉，啊，手撕香肠，手撕香肠，这个太硬了，切不动，所以说只能手撕。
反正也不管了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今天晚上我们吃腊乳，收不收不收啊？这是在乌溪买的。妈的，也黑是发生。要不行，用手撕吧。这撕不动，你那个爱人给我撇嘛。当心手。这颜色很好看。我的帐篷已经搭起了，在一片废墟上，今天估计凹凸不平的睡着会很难受。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又到了，今天我们吃的是土豆米饭腊肉加干锅，今天是太丰盛了。啊，我的妈呀，好香啊！这日子没谁了，我跟你说。喜欢吗？喜欢的话就去摩旅，就去露营，一定要带上锅灶，带上会做饭的大厨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